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嗯，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康公十九年，知府才艺中的一簇剑光。 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。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。 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。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田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吾王。田侯这是要造反吗？田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
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来人呐，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秋时期
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孔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，难怪你能驱使弑父。寻常人使之，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，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紫也在他们手上。我要找那你有何打算和仇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，我只在书册和画像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，都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。多谢，告辞。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。临淄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，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。
我虽然得以归来，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侵入，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出生起我就没有离开过宫院。但是齐国以我想，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宫院里出现的蒙面将军，就出现在这里。我改名小白了。啥？你说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取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要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，就此恢将士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？啊，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哎，那人谁呀？不，这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哎呦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是你放走了通缉犯，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。其实我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你是说？不要了吧，可能回不来的。你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不了。
Yeah!
和白昼的交界。何其大悟！哎呀，别闹！听说看公子的时候，武将那样的结果，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。武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。
上。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尸寒山。让他去吧。是君庙堂之刚而忧其名的燕大夫，欲为君父重臂试，老夫知王姬此行必有意，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。多谢燕相。Yeah.
去了，这里是魂魄的归宿。除了他，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？你心里也有齐康公的作为，无法与田侯相比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，没有。我的小娃娃，果然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。这座尸海之山，就you